就哎 ，Rest， 别怕啊，别怕，哥来救你了。没有怒的鳄鱼，我不知道他能。来，先引诱了一下，点燃先套。阿纳比走得掉吗？身上有挂了一个闪现，但是好像闪了出来，还是得被追到底了。闪现拍，奶哥跟着闪，再补攻。倒战比出来，手杀入袋，又是 PSG， 我火龙哎、欸，待会再下吃双子，我会转上去，是我没有视野，我会转上去干对面这个鳄鱼，不可能，没有发生了。哎呀，那被蹲到了，我觉得大真的是大老三讲对了，大意了啦。哎呀，那大意了又闪了，那就没了，这完全是。唯一能想到为什么会给那么简单，就是下路差距。但 Rest 先看一下画面上 Rest 被叫鸡了之后，来看一下鳄鱼选择的目标是在蓝方 PSG 把威尔哥先运到上半区之后，哈纳比开启鬼步硬砍，开大线之后在就是 PSG 直接回了，然后直接靠了，然后 CFO 判断不能打。哇，那先别说下路差距啊，这个 PSG 的双人线都已经猜好了，都已经猜到。CF 要怎么打了？选择先封塔，越二塔强杀，真的假的？在塔下死亡风暴，好凶好凶！这个雷电直接把混沌风暴直接把叉给电死，不管塔下熊也都受到击杀。这个死亡的风暴直接电下另外一边的润，这么照下来顺，只用自己的进化先解，在塔后越塔越太远了，考拉拉斯先被放倒，后面再继续冲上去了。闪现，要吗？可以吗？没有了，在，但是。PSG 就是很稳啊，三把后面、啊、来看一下中路东山走不走得掉，喷了闪现，旁边有一个奶哥过来支援，是一个凯文赶过来的太阳圣剑出手，东山被留下来，由贝拿到击杀。哎呀，东山还是不够稳啊，也不算、欸，也不算哦。那一波他被抓有点不应该。是，不过来看一下下路这波有没有机会 ，CFO 扣四个人过来，但 PSG 是先开团了。一定是定在了东山的脸上，旁边的立场先放，晕了一下，在羽毛倒钩，伤害打了很多 ，Unify 被盯上，现在全部 CFO 的人在 all in， 这一只叉呀 ，Unify 已经倒下了，之后是奶哥，是一个大熊熊在找自己的下一个宝贝过来拍晕，再出高人头给凯莎，凯云在这里也被抓到了 ，Triple Kill 由顺拿下。凯韵也走不掉，死亡射线第二段东山再一个，另外一边是贝赶过来要夹击，夹的是顺跟口阿拉双人线，奶哥在后面帮忙支援了一下，结果是 all in 在贝身上，这贝开了个惊人，但另外一边差拉了一个羽毛倒钩没伤害，贝这里要被放倒了，霍德波放下去再一电，搭配了顺的一个虚空探索者直接带走了雷兹，另外一边九环进入的隐形状态还是有这个导弹直接带走，我东山跟神一样拿了一个 double 继续往前追，哇真的是不够东山打。维克特继续往前，死亡射线、质量守恒的伤害，再搭配一个立场，全招都吃。东山身上带了一个双 buff， 凯威，你走得掉吗？你走不掉。这里身为以前他吃完才按欸，他这样子是走，那他不是那个大力武士一出钩他就要按金人了吗？他看起来像公园散步的阿北，然后不然被撞到、欸。你不觉得吗？他刚刚是走过去而已、啊，他很像是走过来送头的，不是走过来杀人的。对，哇。散步散一散，人头就没了。那这个 ID 遮住又很像我在打 NG 那个队友。我以为是你，但不是啊！你不会走过去，你不会走过去。我走过去，我金人就捏着啦。他一攻我，我就按了。哇！但最主要在于这一整波双 C 又拿到人头了。那东山打火龙怎么说？哎呀，有个奶哥就不一定不好说。开了鬼步想跑掉，哈纳比手上还扣了一个大绝。砍了一个步履破坏者加鬼步的加速直接绕跑了、欸、高歌离席，这叫什么加速逃逸、欸、的另外一边 Rex 在下路被一打二永方定住，砍了一个回血想要正面来打九汉、欸、而且这个鳄鱼似乎一打二了，我的天啊、欸、Rex 继续往前追，手上挂了一个闪现的捏着晕转一下单杀一打二单杀，哇！不过有打线王 Rest， 还有谁滑了一波 ？Rest 可以走吗？另外一边 Hanabi 在上路没事，两边上路的对比，一边很安逸，一边在逃命。就零，没错。哦，这是被石零开下路那一波的 replay。看一下 Rest 是怎么样在二加一中求生存的。也没有，就他等级很高，对面等级很低，两等大绝无敌是不是？他好硬哦，就对面没有点蓝，没有降治疗，想来杀他是想多了。这一路砍到底。那个阿伯又遇到奇怪的人，他这一打二是必然的，就左边没有这样治疗的情况下，他一定可以一打。你要一个来扛的，就是在战术上是扛线的选手，他要跳出来 carry 的时候就很奇怪，就很奇怪。那个通常火龙会是拿船长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正面的团，点燃套在的是 Gemini 身上，稍微等了一下 ，Rest 赶过来出钩，想要先打这个窄口。先把哈纳比留住，但另外一边又是一发锁头，火龙越了中线过来，不过 CFO 吃的速度看起来 PSG 是赶得上的，
还有六千血，这是一个扭转之境，东山被留住，太阳神殿池，东山要开惊人吗？开起来了，但另外一边，东山在会战的正中心，尖叫闪现往右边一拉，但是 Unify 在这个窄口里面拉羽毛，一次拉两个，收了两个人头，继续往前点，但鳄鱼 Rest 在这个会战阵型里面是留住了 Unify， 搭配着的是凯莎顺的一个伤害，直接把 Unify 放倒，接下来 Rest 这个大鳄鱼是无敌的。搭配着圣的虚空探索者再斩一个背下来，这个是十一比负一的团诶，打成这样，不是为什么看到雷兹的车，然后不原地马上放个 W， 然后被勾了之后不按金人，他其实好像有做到，只是慢，很慢，很慢，太慢了 ，too slow， 对、，W 慢了一秒，然后被刘娜闪一之后也没马上按闪，也没按金人，是，就一切都有点好了，很符合他的年纪算了。不断的 poke 卡拉卡这个窄口，东山立场放掉了，日本这么照下来，是由卡拉这里先硬敲了一波，旁边的贝先做了第一波的限制，哈拉比砍进来，又是一个 Unify 的羽毛，还没拉到钩，但哈拉比开启一个大绝，卡拉先被放倒了，哈拉比在追着顺在砍，杰布莱稍微保护了一下，东山踏了一个加速。还可以走吗 ？Rest 旁边稍微限制了一下背，有晕住，但正面的团好像看起来其实不赢，就进去追 AD， 就是他去追后排，然后让先吃掉前排。那感觉是首先东山 W 乱放，正面先 O E， 砍巴龙，鳄鱼被雷之秀是，奶哥还回头砍了巴龙之后才发现要回头打人，知道问题在哪了。基本来说跑去找巴龙单挑啦，感觉有点犹豫，就是感觉那个抠啊出现一点问题。要打人还是要吃龙？感觉没有沟通好。知道怎么输了吗？这波四打五啊，16-15 ，Rex还在找这个哈纳比的位置，结果反而是被凯文给留了一下。Rex开启大绝，扭了一下，想要扭控制。Rex选择的是正面来接这个团了。旁边有一个奶哥赶过来 ，Rex没有大，凯文也没有大绝，两边有交换。但是这个小龙怎么说？哈纳比一样是想从后面来追人。急了呀，凯文！但正面有一个 mission 坐镇，立场已经放掉了，但现在是一个锁头时间，给了吧，给了吧。是，但这个龙魂不想放，不想放就要被狙死了。顺继续射，射到了 Unify 在被射到之前，马上交了自己的大绝起飞，没勾到火龙转上墙，那 CFO 的人就选择往上包。这波一定要开，一定要开。是，凯文开到了东山，东山被留住，被晕到，在原地放了一个混沌风暴，但伤害好高，直接把绝给秒掉了。直接秒掉，然后后面还有队友的保护，哈纳比砍进来，但是也于事无补，只能用旋风斩追着东山砍。哇，砍着砍着发现没有目标了，只能赶快跑掉，由顺的进场，搭配着一个 Q 技能的飞弹，先射死了哈纳比的蛮王。另外被砍位也有点难走，还好队友的保护。管这个人，只要中塔一掉，那这个局绝对是血泊的。一发三分之二，什么意思？太无情的这个飞弹 ，Racer 往前滑，直接吃了一整套的爆发，但还好可以转个 Q 回个血。那是真的不好玩喽。接下来是一波往前压，东山吃了羽毛，但是已经半血的情况，感觉 PH 想开了。PSG 真的想开了，来看一下这一波怎么说。结果还是不开，开了。凯文这一波的热身棒照下来，旁边哈纳比叫了个机想缓速，但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。两边拉扯还在拉扯，还在跳舞，还在跳舞。哇，这 CFO 身上挂着巴龙加水龙，根本就把 PSG 的伤害不放在眼里啊！再出钩，继续往前压，两边再跳恰恰，跳了大两分钟。两边在跳恰恰，出钩勾到了贝，想要 all in， 虚弱套在的是 Koala 身上，贝被秒掉。那这个团看起来已经结束了，后面是由哈纳比砍进来，即便开启无尽怒火的一个大绝，想要来换头，不过奶哥还是走掉。在走掉之前，最后是哈纳比用命去把这个熊头给砍下来。另外被 Mission 在对方温泉前面不断的电，把酒团给电回自己的温泉里面去，拉一个羽毛倒钩，但主包裸露出来。我们准备要恭喜 CFO， 在这场比赛是鏖战到了33分40秒50秒的时间。准备要来笑纳这场胜利了，还想要来虐拳，但最后是由超级小兵推爆主堡